那那个一个男人一起摸那个旁边的女人的摸屁股，我以为那个女人是那个男人的女朋友，因为一起摸着。但到机场的那个出口的地方，开巴士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突然那个就摸他很生气的样子，所以我抓的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明白他是不是那个女朋友，没有，对，所以我一起一起当女人一起摸那个男人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和那个女人一起抓着他去机场的地方。